送闺蜜礼物的第一天，哟，这咋还在睡觉嗦？让我来看看。哎呀，耶，嘴巴还张得大耶，刚好。你最喜欢的那个机型，哎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也答应过要求，你先把马桶刷了，我就给你。好，给我。哎呀，突然间有点口渴，你要不去帮我倒杯水？怎么了？先放下吧，现在不太想喝。给，开心吧？是不是很开心呢？给我的大杯手机，这不是诺基亚？诺基亚不是大杯手机吗？让我杀你！纷争开始了。起来，陆三，快点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要出门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哎，不起来算了，准备给你介绍个帅哥。你跑那么快，干啥呢？你小伙子，我叫你跑来前面和前前站。嗨，一起吃饭吗？有什么吗？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里。他是谁啊？我给你们两个相互介绍一下哈，这是他的前男友，这是他的前前男友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他特别能吃，真的特别能吃。对，而且他还特别爱放屁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喝多了，你们两个哪个送他回去啊？结果。哦，又在偷吃老子的零食，你死定了！你先来点水，再来点酱油，最后放上我灵魂的柠檬片片，好亲密之小可了。我先试一下啦。嘿，姐妹，一口可乐不？我这里给你倒了杯可乐，还特意给你加了柠檬。嗯，想对你好嘛，来。软软生气了，我们给他弄点坚果，我们去哄哄他。哎呀，姐妹不要生气了，你看我还为你准备了小零食，开不开心啊？来，我来喂你啊。又有哪个嘛，我吃给你看。嗯嗯嗯嗯，真好吃！来，我来喂你啊！妈啊！家里都是我死鸡！哈哈哈有那么好看吗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清雅艺术节！哦哦哦哦！你在发哪个神经呢？你没看我？哎，算了，不逗他了。在妇女节，祝所有女孩都可以找到一个陪你疯陪你闹的好闺蜜。在地铁站捡到了一个爱豆的手机。你不要乱翻别个东西噻！你，我去，这哪个鬼呀？那有个手机。嗯，哪会有个手机啊？我靠，裤子他好帅呀、啊！我天啊！不去，有人打电话来了，快点接，快点接。喂。喂，你看到我的包了吗？啊，对的对的，我现在在那个地铁旁边，我，你过来吧，我等你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但是我们电影都快开始了呀！你有病啊！你说开啥电影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、哦，快接快接！喂。哦，我穿的黑色的。哎，是不是他呀？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哇、哦！他渐渐走来。今天真谢谢你啊！要不加个微信吧？啊，微信就不用了，那个包包给你了。走，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，走吧。今天不整晚，那我来逛街。
哎，我也没那个精力整理了。哎，美女，能帮上我一个忙吗？就今天我和我妈来相亲嘛，但是我不想穿这个衣服，可以假装让你扮一下我女朋友吗？要不就帮一下她。谢谢你了。好吧。谢谢。五天后。我操，这个人他哪个能这样啊？蓉蓉蓉，我跟你说件事情，不过你不要生气哈。什么？来，你看一下这视频。我好心帮他，大家倒是够上去了。就是啊，渣男。哎，不过他把我太拍挺漂亮，你看看。我靠，我还担心你的屁啊，看就是有病。你都来这一个多星期了，你老妹儿不着急啊？不着急啊，我妈说跟软软在一块贼放心。哦，那行吧。又发错人了啊！我听见了。哦，不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见了。怎么还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看见他走？我操！快，我就上大半夜，我操！你有病，你有病，阮佳怡。阮，你看我这里有好多泡泡糖哦，我们两个来比赛吹泡泡糖吧。如果你吹的比我大，我就给你100块钱。嗯。他妈太丢人了！再来一遍。走了。快点！加油！开始，准备上，快点！